嗨，宝宝们，章鱼过山车看起来很好玩呢。耶，游乐场最棒了。你沾到泥巴了。不好，如果奇创在这里，肯定会有坏事发生。看看谁来帮你了，奇力。做得好，罗伯。奇创，你在干什么？发生了什么？我肯定这是奇创弄的，你应该帮帮他们。小心点，玛丽，别被困住了。非常好，玛丽，把它带回来，玛丽。不好，由于他们两个一起太重了，玛丽被卡住了。没用的，你最好去帮帮他们，罗伯。小心，别紧张，罗伯。加油，你就快成功了。是时候推了，非常好。来吧，伙计们，差不多了，加把劲儿。做得好。就是这样，慢慢的，小心点儿。不好，是奇创，小心，宝宝们。宝宝们，你们还好吗？我觉得你们只有一件事能做了。玛丽，你想和罗伯合体吗？罗伯玛丽前来救援了，非常好。卡车宝宝们现在安全了，但是奇创还在。太棒了，罗伯玛丽，他陷在泥里了。不是吧，奇创，他做了那么多事儿，你还要找他帮忙？罗伯玛丽，你最好帮帮他。来吧，再来一点。很好，就是这样。不好，小心，罗伯玛丽。做得好，宝宝们，你们救了罗伯玛丽。今天真适合来海滩呀。下水泡个澡怎么样，马西莫？那是什么？怎么了，鲍比？啊！邪恶的鲨鱼来了！啊！天哪！詹尼斯和马西莫有危险！伙计们，你们得帮帮他们！奇创用他的奇电子把鲨鱼们变坏了！这场混乱就要结束了！小心！一条邪恶的鲨鱼咬坏了詹尼斯的浮板，他就要沉下去了。快点儿，你得去救他。谢了，鲍比，快，詹尼斯。
做得好，伙计们！现在我们去抓起创。糟糕，他们想让马西莫掉进水里，救救他，罗伯！你是不会得逞的，起创！罗伯有麻烦了，鲍比，你得去帮帮他。做得好，鲍比。抓住他，罗伯。小心！不好，他们在攻击罗伯。好耶，善良的鲨鱼们在帮助他。你得阻止奇创疯狂的行为。罗伯、安博，是时候合体了。罗伯、安博前来救援。你现在没那么强壮了吧，奇创？做得好，没了他就再也不能控制鲨鱼了。现在是时候让他们变好了。你做到了，他们恢复正常了。别急着走啊，奇创。这真是沙滩上美好的一天。但是奇创去哪儿了？嗨，罗德奥，嗨，布斯特，想吃冰淇淋吗？嗨，凯莉，这两个人非常饿。看起来有人嫉妒了，你应该加入到有趣的那方去。你在干什么，奇创？小心，伙计们！啊，不，机器要失控了！来吧，伙计们，是时候合体了。酷了，现在我们把机器停下来。哦吼，坚持住，罗伯。哇，罗伯，让我们看看这是怎么回事。做得好，罗伯。哦，
不，奇创又在做坏事了。小心点儿，伙计们。我们现在就去找奇创。啊，不，那太糟糕了，奇创，快点，罗伯，阻止他。这地板真滑，试着飞过去。这次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力量来阻止奇创。把凯莉的冰激凌变成炮，太棒了！漂亮，罗伯，我们来看看它是如何工作的。我希望你喜欢草莓。我想奇创还饿着呢，罗伯。嘿嘿。做得好，罗伯，奇创不见了，小镇又安全了。多么有趣的游戏呀！嗯，我想知道布斯特在哪里。那些管子是新建筑要用的吗，比利？奇创，你想帮比利吗？你要做什么，奇创？啊，不，奇创偷走了管子。伙计们，奇创偷走了比利的管子，是时候让罗伯出场了。罗伯，帮帮比利。对不起，比利。抓住他们，罗伯。奇创在那儿，他拿走了最后的管子。罗伯，你得帮马蒂尔达。去吧，马蒂尔达。你逃不掉的，奇创。马蒂尔达，小心！啊，不，马蒂尔达，你受伤了。比利，快让开！
抓住他，罗伯！啊哈！罗伯，你能行的！罗伯，小心！是时候合体了，罗伯。会是谁呢？马蒂尔达的手铐套索和星星导弹，太好了！现在你逃不掉了。好样的，做得好，罗伯，你拿回来了。罗伯，阻止他！靠上了。罗伯，你能帮助比利建造吗？谢谢你拯救了今天，罗伯。你们好，伙计们，你们钓到什么了吗？他在咬。啊，不，真可惜。今天真适合在海滩上玩啊，对吧，宝宝们？得了吧，奇创，这只是个意外。看，贝瑞很抱歉，别生气。啊，不，救命！奥德罗，布斯特，宝宝们需要你。快点，是时候合体了。待会儿你会抓到他的，罗伯，我们先救宝宝们吧。来吧，宝宝们一定就在附近。这肯定是桑尼。耶，桑尼，我们现在就去找你的朋友吧。你在这儿呢。看看你后面，傻瓜。太棒了，太棒了，
奇创还在外面制造麻烦，让我们看看奇创在做什么。你现在又有什么主意？伍尔特，你需要帮助。做点什么，罗伯。我不认为你能钓到鲨鱼。这次你可能需要额外的帮助。那是时候合体了。哦，你看起来真酷。抓住他们，罗伯。好技术啊，罗伯。做得好，罗伯，你太棒了。你还好吗，奇创？今天可真适合在海滩上玩啊。嗨，弗兰克，你在教消防车的基础知识吗？警报器警告其他人发生火灾。啊哈，这梯子有助于爬到很高的地方。奇创，你怎么会有烟花盒？慢点，奇创，你会引起火灾的。啊，不，草地着火了。奇创的烟花引起了火灾，是时候合体了，伙计们。啊，火势在蔓延。看，奇创在上面。
小心点，罗伯。没错，去拿烟花盒。你成功了，罗伯。哦，亲爱的，弗兰克累了。罗伯，帮帮他们。谢谢罗伯。啊，奇创拿走了烟花。啊！罗伯，阻止他！罗伯，小心！你需要合体了，快！会是谁呢？弗兰克的水枪、水箱，还有伸缩踢腿，好主意。哦，做得好，伙计们！哎呀，奇创又回来了。嘿嘿嘿，你抓住他了，罗伯。好身手，罗伯。你还在教罗伯火灾知识吗？做得好，快救火。圣诞节快到了，别伤心了，伙计们，圣诞老人很快就会送来礼物的。让我们等到圣诞节早上再打开礼物吧。圣诞老人正在为圣诞节的早晨准备礼物。我觉得奇创想知道你想要什么礼物。啊，奇创想要冰冻射线。哎呀，圣诞老人可不想被冻住。伙计们，奇创冰冻了圣诞老人。是时候罗伯上场了。罗伯，奇创做了一张地图，显示了他藏圣诞老人的地方。伙计们，别让奇创拿到地图。丹，用你的球来破冰。
玛丽，小心！戴安，你的朋友又需要你了。很好的团队合作。啊，不，戴安就要从桥上掉下去了。抓住他，罗伯。看来启创决定过自己的圣诞节了。耶，你们找到了圣诞老人。罗伯，把灯拿来。你的脚上需要安上厚厚的履带，你会和谁合体？戴恩的拆除枪，吊车的枪和可伸长的腿，太棒了。罗伯，我觉得奇创想要圣诞彩灯。他不是你的对手，罗伯。你让一切变得如此简单，奇创。结束了，奇创。真是充满冒险的圣诞节呀！感谢罗伯拯救了圣诞节，大家圣诞快乐！情人节快乐，小情侣们！和你爱的人一起在篝火旁度过这一天是个好方法。启创也祝你情人节快乐。弗兰克，布鲁克，小心。啊，不，启创把公园都烧着了，我们该怎么办？罗伯，启创把整个公园都烧了，你必须阻止他。我去拯救公园吧。他在那儿。好主意，伙计们。在罗伯阻止启创时，你们可以用水管把火扑灭。别烧公园了，启创。把那根棍子给罗伯，马上。他去哪儿了？罗伯，别让奇创把树烧了。弗兰克，布鲁克，小心！奇创追过来了，小心，他要向你们开枪。啊，不，奇创堵住了你们的水管，你们现在要怎么扑灭这大火？啊，不！
罗伯，弗兰克和布鲁克不能灭火了，奇创会把整个公园给烧了，你得做点什么。只有一个办法能阻止奇创，弗兰克，罗伯需要你的帮助。太棒了，伙计们，现在你是罗伯·弗兰克，现在让我们把火都扑灭吧。用伸缩踢腿，还有水枪，你真了不起，罗伯·弗兰克。耶，这样就完成了。现在我们来阻止奇创。你的恶作剧结束了，奇创。现在你们俩终于可以独处了。哈，加油！罗伯，我想弗兰克和布鲁克想一起过情人节。你知道的，就他们俩。哦，这样更浪漫。不，他又回来了。来了哟！情人节快乐！